我们现在在大安森林公园，来玩溜滑梯吧。从哪里开始玩？这里真的好多人哦！好，加油！你们可以爬到最上面吗？有难度哦。啊，你好像有点困难哦。还要再上去，加油！好，耶！两只手。下来吧，好，哦，闯关成功，下一个知道怎么玩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闯关成功，下一个要爬过去，这个要大班的哦，这要爬上去，好汉坡，你抓得到吗？抓到了，换姐姐。要跳下来怎么办？这叫单杠，要把身体撑起来的。呵呵呵。好吧，你们不会，我们玩下一个吧。那我们去拿玩沙的过来玩好不好？大安森林公园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来玩喽。最后说什么？